嗨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总统老师 David 老师。今天还是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进阶学习哦，来去了解发音的一些结构哦。那我们怎么去练习这个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？上一堂课我们教了 RICH 念 ri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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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ICH which 记得我们在教这个 AEIOU 的顺序哦，那当然最近在教的就是什么单元加二辅啊，后面这个二辅啊该怎么发音？在 ch 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出二合辅音 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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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在我们这个 consonant digraph 啊，二合辅音 ch ch ch。所以我们发现 ach 啊 ，ech 啊，这比较找不到这些配合的生词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如果用 och a e i o u 的顺序能不能找到？在 och 呢？我们没有配合的生词，在 UCH 的这个地方，同样的也只有两个生词配合这个 CH 这个 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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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音啊，所以在 UCH 我们发音为 UCH UCH UCH， 再一遍啊 UCH UCH UCH， 那配合的生词有 M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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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HSuch, such. 好，所以我们想把我们的合音，我们的 nucleus 啊，我们的合音，我们改成最后一个 u 啊，配我们找出最后一个 u 这个字，我们 nucleus 改成 u， 我们就在自然拼读中记得，当你的结尾的尾音是两个辅音的时候，通常它就是 closed syllable 啊。记得我们上个循环有教到 open syllable 开放音节，但是如果你结尾的两个字母啊刚好都是辅音的时候，这时候多半你都是落在 closed syllable 啊，关闭音节，并且是什么 short vowel 啊，短母音短元音啊 ，short vowel 短母音短元音。所以 UCH A E I O U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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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所以我们 U 就念什么UCH 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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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 做尾音时 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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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 UCH UCH。 今天配合的生词也不多，第一个是 M 我们的发音在这个 onset M 的时候，我们在自然拼读中我们念什么 MUCH much much， 首音如果是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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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 such such， 再一遍啊 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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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 much much， 首音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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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 such such， 再一遍啊m m m m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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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 s such such such。 记得我们今天讲 ch 做尾音的时候，它会发出一个 consonant digraph 二合辅音 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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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， closed syllable 关闭音节， short vowel 短母音短元音所以 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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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， 最后一遍 m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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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ch such such。 好的，那记得老师顺便给你复习一下，在 AEIOU 的这个地方我们只发现没有 ACH 也没有 ECH 那也没有 OCH 所以我们就念 I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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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UCH UC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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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CH。 记得老师在教 AEIOU 配上这个辅音的单辅或双辅的一个发音，也希望同学们跟着老师的课程多背一些生字，多了解一些多去充实一下你对发音的一个了解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，谢谢大家收看。